我以翻頭先個加入咗議員保護組已經3年啦。其實最初有啲咩驅使你加入嘅咧？因為咧，議員保護組咧喺我心目中咧係警隊裏邊一支非常之專業同埋特別嘅部門啦。首先，我要經過嚴格嘅遴選、艱辛嘅訓練，先至可以成為其中嘅一份子。能夠成為其中嘅一份子，我感覺相當之自豪同埋富有挑戰性咯。咁其實過呢幾年裏面啦，你接受咗好多不同類嘅訓練啦，兼且近期啦，我知道你外國受訓完翻嚟。是啊，在本地我除了要接受一些特殊的訓練，譬如急救學啦、戰術性和技巧性的訓練之外啦，我在這個8月中就去了美國維珍尼亞州，接受一個專為世界警務人員而設的槍械訓練，從中可以吸收到很多知識和槍械運用的心得。其實過了一年裡面有什麼難忘經歷呢？日常工作裏面我們會接觸得到一些做保護工作的人員啦，咁我通過這些交流和接觸啦，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例如財富論壇啦，同埋啱啱完成的香港回歸5周年裏面啦，當中的籌備和策劃有很多特別的事情發生了，咁而家圓滿完成，真的有很多辛酸和感觸。剛才你講到咧，話有好多感觸啊，不如你又講出同大家分享下。因為咧，普通人唔係咁大機會可以接觸得到世界七隻元首同埋政要。今次我有機會做佢哋嘅保安工作，我感覺相當之榮幸。但係喺呢次行動之前嘅籌備工作，真係非常之繁複同埋沉重，所以今次圓滿完成，我有好大嘅感觸。麥文 ，OK 啊 ？OK， 還可以一轉啫。喂，威廉，話時話啦，咁你譬如駐守咗喺元保護組總共都有4年啦。其實好多時候你哋工作裏面啦，都要保護一啲要員，而佢哋亦都係一啲舉足輕重人士嚟嘅。嗱，某程度上你工作啦，其實都屬於非常之高危嗰一類別啦。有冇擔心我自己人身安全嘅咧？當然有啦，因為始終我哋都係血肉之軀，正因為咁嘅原因，我哋一定要加強我哋嘅訓練，令對每一個隊員喺呢啲情況之下。都能夠作出一個適當的應變，即換言之咧，個訓練目的就希望每個同事咧有一個肌肉慣性的反應，等我哋遇到任何情況咧都識得隨機應變喎。係啦，冇錯。咁基於我哋嘅工作關係咧，要員嘅安全係我哋嘅授權。OK， Mara， let's go。OK。要成為要員保護組一啲都不容易的，不是看他們平時是行行企企好像沒什麼事做很輕鬆的，其實他們是在這裡周圍留意所有的環境，因為他們要保護的人的人身安全是不容有失的。沒錯，轉頭回來大家可以看到他們每天日常的工作，記住不要錯過了。